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这一系列预定论的课程。我们上一次讨论了预定论五个要点里面最后一个要点，也就是圣徒的恒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也就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圣经真理。 而我们也处理了，呃，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一段经文，提到了有一些人尝过天恩的滋味，结果后来又离弃了真道。而我们提出说，这些人其实只是品尝、体验一下恩典的生活，其实并没有蒙神拣选，也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受了洗，我们觉知做基督徒的这些人。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的蒙神拣选，还是我们其实是那些正在尝着天恩滋味，但其实是没有得救的人呢？呃，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强调，我们学习的预定论，并不是要我们去判断这个人是神拣选的，那个人神没有拣选。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似乎比较心软，有一些人比较心硬。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论断说，那个心硬的人一定是没被神拣选，那个比较心软的人一定是神拣选。因为神是用他的主权来拣选人，他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就连保罗这个最不可能会接受耶稣的法利赛人，都信了主。所以预定论教导我们不可以判断。 谁蒙拣选，谁没有蒙拣选，这个只有神知道。而这个真理，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可以去判断哪一个人是真基督徒，哪一个人是假基督徒。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他活出了基督里的果子，而这个人看起来还没有结果子，生命没有改变，但是到最后，神拣选了谁，没拣拣选谁。 是我们不能够去论断的。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救恩就不可能有确据呢？其实也不是如此。我们刚才提到了结果子，只要我们结出果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是怎么样的树。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必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 我们是不是蒙神拣选的人啊？从圣灵结果子来看，也就是成圣的果子，啊！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并不是所有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于自己的救恩都有一样的确据，都一样可以确定自己是否蒙神拣选。这种确据不是。 初信的时候就能够有的这种确据，是要在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引导以后，我们才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用了这样子的修辞，告诉我们说：凡是神拣选的人，就不会再被定罪了。 但是神所拣选的人就不可能与神的爱隔离了。他用一种 rhetorical question 一种修辞性的问题来提出这个真理。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而在这里讲到神所拣选的人有什么样的标记，印证说这个人真的是被神拣选的。在同一章经文里面，保罗就说：“凡被圣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女。换言之，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真的是蒙神拣选的儿女？那个记号就在于圣灵的引导。我们今天这一堂还有下一堂要来思想圣灵引导是什么样的含义啊？什么叫做被圣灵引导？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再律法以下。换言之，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不再定罪。 被圣灵引导，我们就已经是有神称我们为义，谁也不能够控告我们。被圣灵引导，就证明我们不能够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是主耶稣拣选的，神在基督里拣选的，在他的手里，他不会将我们丢弃，也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所以，被圣灵引导是一个关键。 而圣灵的引导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标记，在加拉太书五章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是与情欲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而在这一段经文之前，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蒙招得自由。 而这个自由，并不是享受最终之乐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放纵情欲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从最终得释放。我们从前被罪捆绑，现在却得到自由，不再受罪的辖制。这个自由是能够成为圣洁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把真正的我给活出来。我是神所造的人。 我本有神圣洁的形象，而现在这个形象由基督在我里面。 不但是恢复了，而且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以致保罗在加拉太书最核心的立论当中，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使我得到自由。这个是成为圣洁的自由，是彼此相爱的自由，而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所以在十三节，保罗就说。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然后在第十六节，保罗就用了一个介系词来继续他这段关于基督徒自由的论述。第十六节一开始，保罗就讲：“我说啊，这里我说中文两个字，原文是 ‘lego d a y They go 就是我说的意思，I say。而这个 day，呃，在希腊文的用法里面是蛮蛮有趣的，它可以翻译成所以、但是、然后啊、呃。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这里显然是接续十三到十五节的讨论。在十三到十五节中间，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蒙召要得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 而是以爱作为我们自由的原则，然后到了十六节，就讲我说，更好的翻译就，然后我说，所以我说，连接上一段的内容，所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似乎是在跟他的读者进行对话。 保罗说：“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读者就会问：“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呢？”保罗就回答：“所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换言之，我们作为基督徒。 是借着顺服圣灵的引导来避免放纵情欲，是借着圣灵的引导从我们的罪的本性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可是读者在这里又会接着问：但你叫我们顺着圣灵而行，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听起来好抽象，所以保罗就讲得很具体，他就接着解释。 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被私欲牵引，以至于我们受到试探要犯罪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全能的圣灵会与情欲交战，他不会容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 因为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是基督借着他的灵在我里面活着。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成为圣灵的殿，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居所。上帝的殿在哪里？他的宝座也在哪里？现在我们既成为圣灵的殿，那基督的灵就要在我们里面做宝座，掌王权。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而是儿女的心能够称呼上帝做阿巴父。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那种方式，不是借由律法来威胁我们，我们顺服神的动机不再是因为害怕被律法定罪，而是深深的爱神。 我们是出于爱。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爱中没有惧怕，惧怕是出于刑罚，刑罚是律法底下的刑罚。现在在基督里已经不再定罪了，他已经为我们成为挽回剂，他已经受了我们本来当受的刑罚，这个恐惧已经除去了。那有很多人会觉得：哎，那我既然不必再害怕神的律法。 呃，那我为什么还要承受？或者我们的成圣的动机在哪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要成圣，所以，所以我们还是要呃很强调律法。呃，你犯罪你会受到惩罚哦，你犯罪你还是要要尝罪的苦果。不，我们成圣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爱中没有惧怕，我们成圣不是出于惧怕，不是出于律法，是出于恩典，是出于爱，是因为基督爱我们，神仙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爱他，可以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内心深处最想要、最想去做的，就是讨神喜悦。问题是，我们里面还有私欲。 这个私欲紧紧的抓住我们，不肯放手，所以我们愿意去做的，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我们倒去做。在加拉泰书第五章这里，保罗就讲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而罗马书第七章也有一模一样的表达：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 有一些学者说，《罗马书》第五章是在讲保罗信主前的经历，这是非基督徒的经历，而基督徒不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基督徒有自由，可以不犯罪。呃，也有人说，《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保罗还在做法利赛人的时候的经历，而法利赛人跟其他的非信徒不一样，法利赛人有律法，所以律法叫他知罪，律法让他觉得很苦。 然后，《罗马书》第七章讲律法，第八章讲福音，这些其实都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啊、呃！圣经的总原则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来看的话，《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人明明是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已经重生的人，是基督在他里面，以至于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人，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所愿意做的，他不去做；他不愿意的，倒去做。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也是基督徒才有可能拥有的经历。在《罗马书》第七章这里，保罗说：“我感觉我里面有一个律，就是那个罪的律，在捆绑着我，所以我想要行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在这里感到非常的痛苦。 于是他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他接着就自问自答：“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什么是取死的身体？原来取死的身体是保罗在这里使用的一个。 暗喻或者是意象，一个 imagery，呃，所谓的意象 imagery 就是用文字勾勒出一幅图画，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而保罗在这里勾勒出什么一幅图画呢？原来取死的身体指的是古罗马的军法里面的一条刑罚，也就是临阵脱逃的士兵被抓到的话，他们就要接受这个刑罚。 非常的残酷，临阵脱逃的士兵不是砍头那么简单，他要接受取死的身体这个刑罚，他要跟一具尸体面对面的绑在一根柱子上面，这具尸体开始腐烂，而这个士兵的身体也开始跟着腐烂，慢慢慢慢的，直到他死为止。这是一种很残酷的死刑，或许在整个古罗马帝国。 唯一比这个刑罚更残酷的就是十字架之刑。保罗用取死的身体来解来解释我们对我们与罪的关系，我们跟罪被绑在一起，罪好像这具尸体一样，使得我们腐烂，然后我们被绑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我们只能说，我真是苦啊！所以这个苦我们可以去体会。 是极其极其的痛苦。保罗就问：“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的答案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这取死的身体吗？我们看罗马书七到八章，或者是其实这前前后的几章。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文法的时态上面是极其严谨的。已经成就的事情，他就用相应的文法；将要成就的事情，他也用相应的时态。那在时态上极其严谨。呃，有人说罗马书第七章用的是。 现在是，可是，在希腊文的现在是不一定是指现在，也的确希腊文有这样子的特色，它的时态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的绝对。现在是就一定指现在，可是如果我们看见整个罗马书五六七八，甚至到第九章，保罗在文法时态上多么严谨的话，那在第七章用现在是就真的是现在是，我真是苦啊，这是现在真的很苦。 那所以，到底我们脱离了这取死的身体没有？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结果这句话的原文其实并没有动词，没有动词也就没有时态。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回答到底已经脱离还是没有脱离。而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个问题的答案。 同时已经脱离了，但也还没有脱离，在神学上面有这样子的表达：already but not yet，已然未然。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却还没有脱离。罗马书到第八章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结果我们看见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我们也还不是神的儿女。 还没有得着儿女的名分，已经是又还不是，但是很确定是了。而在回答我们到底是否已经脱离罪的捆绑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首先定下来的一个真理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Now there is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已经与基督联合的人，就不定罪了。保罗凡是用到在基督里，他的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合而为一，就代表凡是我的都成为他的，他的都成为我的。我的罪成了他的罪，他的义成为我的义，我的死成为他的死，他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当受的刑罚，他现在替我受了；他所当得到的称义的奖赏，现在赐给我了。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在八章二节接着解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脱离了没？已经脱离了，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我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已经脱离了那取死的身体了。 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记，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就是随从圣灵的带领，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是我们在五个要点里面讲的第一个要点：全然败坏。我们不但是在意志上面不愿意神服神的律法，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服神的律法。所以第八节保罗接着讲：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第九节。 但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灵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身呃心里的圣灵，使你们的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们里面还有情欲，我们一辈子都会有，我们一辈子都会说：“这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但是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会抗拒那情欲的诱惑。这个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所结出来的果子。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舍己。舍己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否定自己，self denial。self denial den 不是说我真是很烂呐、啊，我我一文不值啊。我明明呃一个一个人，可能他钢琴弹得很好，结果他说我我弹的很烂。一个人牧师讲到明明讲得很好，那我讲得很烂，这叫妄自菲薄，这不叫舍己，这个也不叫否定自己，真正的否定自己。 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我的生活要以基督为中心，要高举基督，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身体的恶行或者我们的情欲，指的不只是一些很下三滥的东西，看 A 片呐、啊，或者是呃杀人放火这些事情。这个情欲还包括我们追逐一些世人很看起来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 这些东西使得我们骄傲，使得我们为自己而活，有的时候甚至用很好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家庭、婚姻，这些都是最好的事情，都是神的礼物。可是我们拿这些东西取代上帝，因为我们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顺着情欲而行，而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致死这样子的情欲。凡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是被圣灵引导的人。然后到了十四节，保罗就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只要我们看见，我们是与情欲征战，我们不妥协，尽管有的时候失败，可是我们还是被打倒了，仍然站起来继续打。那我们就是被圣灵引导的，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我们就已经是神所爱的儿女。 所以十五节，保罗就讲：“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女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成圣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爱我们的阿巴父。”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了。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里，保罗话锋一转。 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后世了，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发生，就是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我们现在还在一个卑微的情况当中，还在受苦。这个苦不单是今世的苦难，这个苦也包括我们的最终之苦。然后十八节，保罗就想：可是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样子的苦，如果对比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没有显出来，我们在世人眼中还没有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荣耀。这里败坏的辖制跟取死的身体是同义词，bondage to decay。所以保罗刚才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现在又说我们还没有脱离取死的身体败坏的辖制，因为我们还没有得着神儿女的荣耀。 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的儿，呃，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熟。在这里讲的身体得熟，意思就是脱离取死的身体。我们还没有脱离，也因此我们还没有得着儿女的名分，我们还不是神的儿女，连名分都没有达得得到。 可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又还不是；我们已经身体得熟了，我们又还没有身体得熟。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结果子了。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我们有圣灵的果子。但是这个果子就代表，正因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心里叹息：我真是苦啊！可是保罗在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在这个叹息当中，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安慰，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见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在这里，预定论的真理就开始进来了。这个是预定论相关的一个教义，叫做神的护理。神是万事互相效力，神掌管一切。可是神掌管一切，不是漫无目的的，也不是为了一个与我们无关的目的。 他是为我们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也就是被神拣选的人的益处。我们是因为被神拣选、被神所爱，我们可以爱神。而我们成为爱神的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就要使我们得益处。然后二十九节这里的预定论的真理就显出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或所认识、所爱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叹息劳苦，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徐子的身体？我们在这叹息的同时，我们也要有确据。我们要知道，神既然已经把我们招来了，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我们更有确据，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荣耀，这是非常确定的，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了。 论到神的拣选，保罗就接着讲：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这就是圣灵的带领，在我们身上所结出来的果子与记号，证明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会继续的思想圣灵如何在生活上引导我们。我们下次再见。